主席，在之前那次發言裏面，我是就著特首梁振英競選政綱裏面第一章這個人口及人力資源，以及第二章的土地規劃部分呢，是點算了梁振英違反選舉承諾的地方。跟住落嚟今次的發言呢，我就會繼續在第二章裏面，即是梁振英的競選政綱裏面有關這個交通運輸的部分以及其他章節呢，是去繼續發言，去解釋點解我要提出一個修正案呢，是削減特首梁振英六個月薪酬的理據。主席，在梁振英競選政綱第二章的第十五頁呢，有關香港交通配套安排的政綱第十七點，他怎麼說呢？他是寫著加快落實十大基建工程之中各項交通發展項目，但是事實是十大基建之中呢，廣深廣高速鐵路香港段呢，已經是面臨這個嚴重的工程延誤還有超支。高鐵香港段呢，一直是被特區政府視為是建立這個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重要基礎，但是港鐵最近在傳聞了接近一年之後，即是一年前有兩份的報章就即是踢爆話這個的高鐵工程會有延誤，但是政府和港鐵一直不承認。到最近這個三月底有黑雨之後呢，四月的十二號呢，港鐵終於承認呢，原來這個高鐵工程呢將會延誤起碼十二個月，工程完工延遲十二個月，通車呢還要延遲最少呢是年半甚至乎兩年。而特區政府成立這個跨部門的項目監管委員會，作為是去監督高鐵工程的這個重要的機構呢，居然在之前對這個項目延誤呢是表示全不知情。我們的局長走出來說非常之驚訝，所以我們政府制定的這個監管的制度呢，其實有很大的漏洞。如果梁振英講話加快落實的承諾呢，最終原來是因快得慢，甚至乎是有隱瞞的情況，令到高鐵香港段的落成日期、通車日期是遙遙無期。所以在這一點上面呢，我亦都要批評呢梁振英這個的加快十大基建各項交通發展項目呢，這個的承諾呢是落空的。主席，在政綱同一頁的第21點呢，就提及這個研究改善連接香港島和九龍三條海底隧道的交通流量，以舒緩交通擠塞的問題。但是今年2014年的2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呢就宣布，由於在公眾諮詢裏面未有任何一個清澈明確的主流睇法，所以呢就擱置了俗稱叫做紅加東減這個過海隧道收費的調整方案，更加呢是宣稱會在2016年東隧專營權結束和2017年中環灣仔繞道開通舒緩西隧連接道路交通擠塞之後呢，特區政府才會全面地是去制定三條過海隧道分流的策略。咁其實講緊乜嘢呢？換言之，就係喺本屆嘅政府任期裏面呢，我哋都唔會睇得到三條海底隧道交通流量係進行分流嘅政策出台。咁樣仲唔係梁振英喺呢個交通運輸政策上面再一次食言，係令到香港市民繼續呢係要被迫依賴呢個港鐵係去過海，又或者呢三條隧道因為冇產生到適當的分流功能，紅隧就塞餐懵，西隧呢就因為好貴就小車，車流量不足，同佢興建之初定出嚟嘅目標呢係遠遠有一個大嘅落差。所以呢一點我亦都要作出批評。主席，特首競選政綱嘅第三章呢係關於經濟政策嘅建議。在第十七頁理念裏面的其中一點呢，是寫到就是說，只有經濟發展百業興旺，才能夠創造優質的就業，改善整體就業結構，增加市民向上流動的機會，經濟多元發展可以壯大中產階級
並提升基層就業質素。但是所謂的百業興旺、多元發展，在特首梁振英在任的這兩年期間，其實是未有得到實現的。香港現在繼續是由金融、地產業是主導，而政府各項的規劃之中亦都只是集中是去發展旅遊業。而在大陸遊客服務，為大陸遊客服務的旅遊業呢，就是令到我們香港的旅遊業發展呢是出現了單一化，同以前的港營四方客面對多元化的業務的發展的安排呢是很不同的。梁振英政綱入面經濟政策建議呢亦都是多次提到要吸引更加多國際遊客來到香港，但是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香港的旅客，訪港旅客比起2003年自由行實施之前，2009年實施一簽多行之前，不單止變了是毫不國際化，更加是進一步大陸化、單一化。十個裏面七個、八個都是來自大陸的訪港旅客。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發表的2013年訪港旅客統計呢，2013年多個國家的訪港旅客的數字比起2012年呢都有顯著的下跌，跌得最多的呢就是位處東南亞的日本，下跌了足足是有 15.7%， 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呢亦都是下跌了一成，而美國、英國、德國、荷蘭、澳洲、新加坡幾個國家同樣都是錄得他們的旅客是出現了跌幅。相反，來自大陸的旅客增長率呢是高達 16.7%， 足足是增加了，在一年之內呢是增加了60萬的人次。總計全年呢就有 75% 的旅客呢是來自大陸的。這樣還不是單一依賴大陸的旅遊業發展，這樣是絕對不健康的。最近剛剛過了的五一黃金週，最近見到這些大陸的自由行旅客，特別是那些豪客出現了少的數字，這個旅遊業議會又有他們的代表走出來說，就賴近日那些的驅黃人士啊，或者驅黃運動啊，這樣是。但是更加多的業界，無論是金鋪、名錶、名店的老闆，反而出來說呢，就是大陸裏面自己本身的經濟出現這個的收縮，才會導致這些大陸豪客來到香港是出現了下跌。如果香港的旅遊業發展持續這樣是很依賴單一市場的話，而這個單一市場是因為經濟周期出現了市場的萎縮，當然就會影響香港，香港高度地依賴當然就會直接受到衝擊。這些不是一些很複雜的經濟學的理論來的，為什麼梁振英是看不到呢？還要在他的政綱裡面寫到明，但就做不到，這個是我要向他作出很嚴厲批評的其中一點來的。主席，去到政綱第四章社會服務了，囊括了房屋、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衛生方面的政策。首先在房屋政策方面，審計署署長剛剛公布的第62號報告書引述了房屋署的預測，就是預期在今年起公屋單位的平均輪候時間不斷延長，特首盡快上樓的承諾亦都勢將是一拖再拖。教育這方面，政綱裏面第29頁教育政綱的第二點，特首就承諾做什麼呢？就是承諾盡快實施15年的免費教育，但是上任24個月以來呢，只是成立了這個叫做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是去研究、再研究、又研究，一年以來呢召開了多少次會議？是30次的會議，未有結論。社會福利方面，特首全面優化強積金計劃和發展老人牙科服務的承諾，亦都是過去這兩年呢是未能夠達成的。梁振英政綱第五章講乜嘢呢？講環保政策
競選期間，梁振英高調宣稱香港並不需要焚化爐，間接就令到上屆的政府是擱置焚化爐的計劃。但是梁振英出爾反爾，在任理身之後就推翻自己的競選承諾，將興建石鼓洲焚化爐的建議，連同擴建三個堆填區的方案呢，是一起捆綁埋咁樣呢，是提到上嚟立法會。焚化爐的造價更加是升了32亿，所以梁振英是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主席，將軍澳的居民是不能夠再忍受新界東南堆填區長時間的運作超過25年，嚟緊就會是30年的環境污染。但是特首就降低擴建堆填區又或者增建焚化爐的壓力呢，可以說仍然是無所作為。源頭減廢最應該減的就是特首本人和他高達500萬的薪金。主席，特首政綱的第六章，亦即是最後一個章節，是有關行政和政治體制。特首在這個章節裏面，即是第15頁，同時提到有三個目標。第一，就是維護香港核心價值，人權、自由、法治、民主、平等、正義。第二，是尊重新聞自由，捍衛媒體的獨立性，支持客觀新聞報導，重視社會責任。第三，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維護國家利益，處理好一國和兩制之間的關係，促進香港和內地的共同發展。但是新民主同盟和很多香港人的切身感受，就是這三個目標特首做的事是有很大的距離，他是做不到。自從梁振英上任至來，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多次嚴重地受到侵蝕，對同志平權的訴求政府連諮詢都不願意做，漠視生活在香港的同性戀者在社會上受到排擠，人權受到踐踏的事實。另外一項香港的核心價值遊行示威的自由亦都是逐步被收窄，政府在遊行示威裏面採取的限制越來越不平等，經常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之下是使用過度的暴力是對待示威者。長毛在兩日前或三日前才被人噴胡椒噴霧，按住一手，兩隻手按住，我們不是盲的，主席，我們看得到的，在 YouTube 上面，在這些帶上面。警察怎麼解釋呢？警務處處長怎麼解釋呢？這樣是不是適當的暴力呢？這些的處理，政府使用過度的暴力是對待示威者，是令到市民進行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權利是受到越來越多限制，反對政府的意見呢是逐漸呢是被消滅，是被消音。至於第二個目標，尊重新聞自由，特首呢更加是親身咁樣是破壞承諾，因為他在2013年1月底信報特約評論員連月增寫了一篇文章，個題就是誠信問題已非要害，良事涉黑實可相規。梁振英就此呢是以個人的身份呢就向信報連月增是去法律私信告傳媒誹謗，想殺雞儆猴殺一儆百，對傳媒界呢是造成呢個寒蟬的效應，窒礙其他人對政府的批評，嚴重咁樣呢是去損害香港的新聞同埋言論自由。最新鮮滾熱辣，主席，當然就是明報前總編輯劉俊圖遇襲的案，警方到而家都未能夠找得到幕後的主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亦都拒絕是去設立這個破案的限期，以及是向立法會呢是定期提交調查報告。根本我們香港人就看不到特首和特區政府有什麼是捍衛新聞自由的決心。主席，最後那30秒我不能夠完成我那個的發言，我會留待下一次的發言。我只是再一次強調，我發言是要求削減行政長官6個月的薪酬。我跟住會再在本次的合併辯論裏面是會再就其他的修正案是發言。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